没有，我在这边控台上边看一下吧。点开了地址码嘛，然后第六个通道是开关嘛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嗯。然后 YYX 也要上来。是 X， 又试一下 Y 那些东西。要试一下 X Y 轴吗？嗯 ，X 轴 Y 轴都是，单独试一下。这是 X 轴吗？嗯嗯。嗯。现在是哦。现在我换个颜色吧。嗯。嗯。你把所有的通道都推一遍嘛。嗯。